Hola， 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阿根廷，我们来了。让我们共同期待中车新能源轻轨车在世界文化遗产乌纳瓦卡景区开跑。来好了，中国农历大年初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新机场线地铁正式开跑，跑出了土耳其地铁最高速阿哈兰乌尔萨哈兰。中国中车沙特朝觐地铁是中国制造服务国际活动的重要项目，累计安全运送朝觐者超过2000万人次。萨瓦迪卡，深受泰国民众喜爱的大熊猫和奥特曼机车将带大家走遍风景如画的暹罗大地。萨瓦迪，欢迎来了老挝。老挝到昆明跨越山川，一站一景，让老挝人民实现了坐着火车看世界的美好心愿。Hello， 大家好，身后是中车自贸股份为印尼量身定制的东南亚首条高铁通车组，它呢融入了中印尼两国人民的共同期许，如今已整装待发。Masalahkan kayak apa sih kereta cepat yang bisa menempuh perjalanan Jakarta ke Bandung cuma 40 menitan aja? Yuk kita sama-sama lihat ya. Holland 被誉为非洲版高铁的门类铁路，既安全又高效。搭乘火车就可以一睹东非大草原的壮美景色。墨西哥城地铁一号线是中国中车首个海外系统加项目。身披阳光，奔赴山海，列车即将在10月服务于仙人掌之国。Hola， 欢迎来到葡萄牙。今年中车首列中国火车回车将在这里开通运营，让我们一起乘坐波尔图微笑列车，感受大西洋的阳光和沙滩吧。我在葡萄牙等你。我们在阿根廷等你。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等你。我们在土耳其等你。我们在泰国等你。我们在肯尼亚等你。我们在巴西等你。来了，我们在墨西哥等你。